咱从头再来一个。干嘛干嘛占我的棚？我这占棚给钱，钱的。跟你说我来录音吗？你没跟我说呀？我真没说。你说了吗？我说我来。我后面没听着你的微信。我们俩不是说好了吗？我说我晚上要出来录音。啊，那你先录吧。好吧，好。天哪，我说好了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。练什么歌呢？春晚。春晚啊？对啊。现在就开始练了。我还不会呢。啊？你下期唱啥？我呀，我唱那个《突然想爱你》。谁呢？许茹芸。行吗？你必须把它颠覆了，要不然完了。还得颠覆一下是吗？对，把它灭了。灭了？那是我好朋友。好朋友算。好朋友不灭了是吗？一会儿这样，你帮我去听听，给我当个监制。那我先唱，我把它唱完。可以，好吧。好，如果这期被淘汰了，就是你的责任。我跟你讲，不是，你要认真一点。那要不然我唱？你唱啊？对啊。我估计韩红不能同意。爱到心都匮乏，过了。不对，我唱了一大不熟，看你这歌，就你这样，你这很危险。再来一次哈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个四五遍。好吧，娜姐，对，吞没你，占领我的心。哎呀，我觉得孙楠，你要把你以前的气势，就是我的那个拉开那地方唱，特别好听，别含着我的心，不好听。对，因为你这种音色只有你一个，孙楠得拿出那气势。还有啊，咬字太狠了，其实前半部分的时候咬字啊再轻一点。嗯，明白。对，你那个气声出来也好听。刚才我发现有几个刹那的地方就是松一点唱，咬字好听。嗯啊、okay. 这个可以直接就参赛了，就这样。是吗？对。来第三句，南哥哈。踢馆，因为这就一次机会，如果你有一点闪失的话，很可能就被弄掉了。特别是我知道这个谭维维啊，来者不善呢，来了就要登人的。